据说神殿的入口两边本来有这两座雕像，这两座雕像代表同一个法老王，每一座雕像有18公尺高，大概有700吨的重量，本来是整块大石头来做的，因为你如果泛滥它就塌下来，那就要切几块几好几块，要重新垫底，重新叠上去就变这个样子，坐着的样子，然后他的脚两边就有皇后跟他的妈妈的雕像啊，所以在这里我们下车拍照。Thank you.